要惹宪兵生气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你给我立正站好，家底我唱下你亲家父想灭我，不要惹我妈妈。不对不对，是不要惹宪兵生气。吓到了吧？千万不要惹宪兵生气。啊，黑兵来了，怕狼兵。啊看到了没？千万不要惹宪兵生气，他们要是生气了，很恐怖的嘞。分列式进步，正步都给你乱踢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惹宪兵生气，把他们搞毛了，没有搜索票也到你家抓人。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天兵天将一堆。就算你跟 GQ 合拍制服控，把自己包装得美美的，还是让人怕怕的。千万不要惹宪兵生气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国家还要靠你们呢。宪兵大哥要跟上时代啊，不要金玉其外败絮其中。东新闻送你一句，不要惹人民生气。报道。